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最近呢，双十一呢，某一个海鲜的拍卖呢，满199就免运了，所以詹姆士呢就买了一些东西回来当白老鼠。那这个在图片看起来非常漂亮，这个是抗 UV 的折叠伞。那我们来开箱一下，看它到底长得如何，是不是跟照片里面拍出来的是一样的？好，那这有一个塑胶袋包着保护。那我们是挑的呢是蓝色的，好，这边有一个 UV Super Prevent Sun， 这个文法怪怪的 ，OK， 没关系。好，看到这边有一个标签 GBU 大光明，好，这原本的詹姆斯呢是在购物网上面看到的。所以呢，詹姆士要省钱，所以会大概搜寻一下。那购物网呢，就是比较方便的。那如果要省钱，你找一些拍卖网可能会便宜非常的多。只是没办法，就隔天就到，要稍微等待一下。那我们就用时间来换取金钱，这样子。好 ，UV UPF 值50加。好，玻璃纤维的伞骨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咯，还有一个收纳袋，收纳袋里面长这样子，抗 UV 的伞，折叠伞，大概1、2、3、4、5，要5节吧。好，那它原本呢是蛮小的，你看詹姆斯的手。这边呢，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，不会因为价格非常的低一点，然后就品质不是很好这样子。它这个看起来还可以。好，把它打开看一下咯。它里面是黑色的内里，这边应该是他说的玻璃纤维的伞骨。好的，里面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。这个遮太阳应该是 OK 的，那小雨应该也是 OK， 那个伞不大，其实那给小朋友用应该是还好，可以小小的放在书包里面。好，那正面呢，正面是蓝色的，好，今天这个抗 UV 折叠伞的开箱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我詹姆斯，拜拜。